吹哨的是科长，吹哨是在机上的人员啊、哦，谢谢谢谢。他说左脚掌卡住。好，你有办法回报吗？因为在机上吧。不、哦，我上面喊讯号。你同要确定好几个，再跟他回报。因为那个好。点因为本身在山凹，所以包括电信、啊 LINE、无线电等都通信非常差。一个受伤的人员啊发出讯号出来，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吹哨子啊。那么救灾人员啊，在今天中午约一点左右啊就开始啊听到哨音，所以啊也很幸运的啊，我们经过交叉比对之后啊，能够把这个点找到。现场有发现有人员受伤，那因为讯息传递比较不容易哈、哦，那我们只能跟各位报告确认已经接触到现场哦。